各位好，我们现在开始来上课哈，来请起立。大家同心，早安，大家好。今仔日咧演讲啊，要讲演讲，讲分享好啊，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虽然我伫学校已经教册十冬啊，啊，毋过我是用北京话咧教日文，用台语讲日文以外物件，阁是第一届，所以可能会讲无啥认同。所以，我先小小调查一下，请问，讲大家人拢听有台语，有人听无无？讲有人？有人听无一个？哦，我无。啊，讲有人听无日语，听无日语啊，惨啊！因为我的日语可能比我的台语搁较认同啊。安尼，我只好勉为其难的用我很破的台语来攻克。啊，我先简单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即马是中央政治局诶日台共荣促进会小组的组长。啊，我为去年个已经加入民政府。今年这个月这礼拜啦，这礼拜我有呐有做会去日本安尼，啊做迄个秘书长夫人耶翻译口译，啊，不过其实嘿啦无啥翻到啦，还好啦，因迄个之前迄个吴奇先生一定拢接洽好啊，所以需要翻译的所在嘛无济，啊，因为我伫日本的时阵听到的消息是讲要今仔日要甲我拜客，啊要分享伫日本的代志。啊，就想啊，要分享两点钟哦，看有遐侪物件通分享啊，安尼啊，结果长等来先红叫来遮那个司法大臣，伊拢已经分享了，我想惨嘛，要安怎？我到底要讲啥？啊，就想，我的题目是日本人的生活习俗，啊，看到我知影也无讲啊，啊，我到底是要讲啥？害我烦恼一夜暗拢困袂去安尼，我昨规暗拢无困。啊，所以呢，我想想诶，我今日透早我先简单啊补充，因为其实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伊嘛是会关系到因为对，刚好也会跟我们靖国神社参拜下面有关系啊呢，所以我先简单的补充哈，分享一下这届的行程的代志啊，过得了，我卡进入迄个文化的部分，哎，啊那讲无啥好的，请多多包涵哈。啊，其实我这届去，请问你拢知影靖国神社噶？得讲来参加民政府之前，大家拢知道？我拢哎呦，唔知道，嘿啊！其实我本地嘛无足清楚，我听过，啊，不过我唔知伊是啥。啊，我伫本留学的时候，我捌去过一届，啊个哦，做老街做老街安尼尔，啊个想讲伊甲一般的神社是个讲，无特别想讲伊是啥物东东安尼。结果后来发现，其实靖国神社因对伊本人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存在，因为因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死去遐英灵拢是埋葬伫遐。啊，其实在大战了的时阵啊，因官方有人拢去祭拜，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美国个公党公司啊，过来即马打当中国、韩国拢会出来底下叫嚣安尼，啊，日本政府呢，因就作惊啊，所以打当变作一到这个时期，八月十五的时阵，因官方人物到底是要以个人的身份去参拜，啊，是要是以政府的身份去参拜，我一路诶。媒体个一直问，一直问，你今仔是用啥物身份来参拜？安尼，哦，我是用私人的身份来参拜，伊拢错甲要死，拢唔敢讲伊是代表官方安尼。所以靖国神社是一个安尼的所在啊。所以我要去进前，因为阮先生伊知影靖国神社的代志，伊伫甲我讲，哦，遐足危险的，你真正要去噶？你真正要去噶？安尼，我讲真正遐危险噶？伊讲嘿，有足侪人，足侪人安尼，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吵吵闹闹安尼，安尼啊，我讲哈，有人搞蛋鸡蛋噶，台湾做流行蛋鸡蛋安尼，伊讲蛋鸡蛋是白啦，啊，毋过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言语上的侮辱安尼。啊，我讲，伊搞我讲啥个？伊讲啥个？伊真正都担心我去安尼，伊讲你真正要去噶？安尼，啊过了后来，我想讲，我讲不要紧，佮讲说言语上的侮辱。嘛不要紧，因为我感觉我是在做正确的代志，安尼，所以我个去啊。结果去了呢，我真正当天人有够侪。我前天去排演的时阵啊，其实因为我穿制服，啊，结果个做侪日本人个咧看我，安尼啊个拢会走问，你是啥物团体呀？安尼，啊，我讲我是台湾民政府，安尼，啊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过为日本人，我一个做热情的，啊讲，我讲我明仔载过来，安尼，啊一个一点问东问西。啊，结果当天去的时阵啊，真正人足侪，安尼，啊，过着阮提早个到，啊，去的时阵个变作讲，其实我发现，嘛，唔是讲像人传说的拢是，
拢是老年人或老兵，没有年轻人很多。以前年轻人伊拢不关心这个议题，可是因为可能因为当我在中国啊、韩国底下叫嚣安尼，啊，后来日本年轻人就说啊，怎么可以都让他们在那边骂骂骂，我们也要出来跟他们对抗一下。所以可能是安尼关系，我即改欢迎的报纸参加的年轻人也增加很多这样子。所以得讲，以前你也刚刚讲迄个所在，那是嘿，得有经历战争那个。那个年代人再去，可是没有。这次有很多年轻人也参加，很多年轻人的团体。像我去迄天的时阵，有三个少年啊帅哥安尼，可惜我结婚啊安尼，小学老师安尼。然后也关于你们是什么团体，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民政府什么，跟他解释我们的主张跟立场。然后因个做感动哎，然后我当天等下我个羞羞的妹哦，因为我不名片哦一样呢。然后他们就说，好、哦，对你们台湾人还特别来跟我们参拜，真是我们真的觉得头都抬不起来，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太不懂事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去了很有意义一种感觉，因为日本的年轻人他们跟我们台湾年轻人一样，就受到很多错误的历史教育，所以因其实嘛拢变得很不懂事，然后以前都不关心政治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弯起的时阵呢。因为我因恁后来伫报纸看到，因为我后来拢徛在遐嘛，啊个做侪人拢围过来围过来，安尼啊底下问问问，啊真正是两点钟拢底下翕相，一世人唔捌红翕遐侪相过安尼，我变明星啊个，其实无人会插我，因为要看伊个制服安尼，伊是看伊个制服，按个门哦门更下回。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底迄个日本大震灾的时候，我们不是捐助他们很多钱吗？跟这个也有关系。那当然有一些历史关系的背景，所以因日本对咱英雄有够好诶，没人咧搞，没我想象中的迄个什么叫嚣吵嘛，没有，他们就在旁边一直说谢谢台湾，我爱台湾这样子。有些会用中文，他用中文这样子讲，这样啊，不然就会过来问说，哎、欸，你们是什么团体，什么什么？那我们就跟他们解释，总之非常的热情。然后今天是两点钟开红，就喜欢关一直聊关一直聊关呢，大概保持微笑安尼，拿着民政府其实。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呢，因为阮去的时候翕的团体照，哎、啊，伊团体照吼，就是拢会放在 sample 底下。然后去年的团体，他们我们刚好他放的 sample 刚好就是民政府的，我说，这不是咱民政府的相片啊，因为用整齐一致安尼，啊，所以个放在民政府的相片底下这 sample 这样子。那后来阮底下徛两点钟了出来的时阵，哦，做怎样介绍阮翕相啊？啊，要走的时做意外是，真正个像张毅的司法大臣讲，可但是他们就一直沿路给我们拍手出去这样子。然后有些年那个老兵或什么，他们就拿他们战争时候的相片这样给我们看，然后就在旁边哭这样子。那我们就，哎，我们也跟着那边很难过这样子，就是整体的感觉真的很感动。那当然就是也没有被丢鸡蛋这样。然后另外当天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里面好的工，哎、哦，去参加靖国神社，通常引起他保皇派，然后像这样的队伍，吼、哦，应该做有个人开记得，迄、那个，哎、欸，有几哇，嘿、欸，这种，哎、欸，就保皇派，安尼爱个各界湾，我们要叫交换这样子，我们送他们我们的旗子，然后就送我们这个，来做交换做信物这样子，类似这样，然后而且啊。另外，我还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那边有一本人跟我会合啊，那是那个曾根主席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呢，就是怎么讲？我们去拜那个天皇的那个坟墓的时候，他就跟去，然后就在上面很感动，很感动，就是在那边哭，一直在那边流眼泪这样子。然后真的是看到这些长辈的反应啊，我就觉得说。台湾跟日本真正的历史，真的要靠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那我们这个年代，真的是知道的太少了，真的是知道的太少了。我记得我高中的时阵啊，我曾经问同学们，我讲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才想到久呢。那时候我是台湾人，中国人，那种我的教育啦，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代，你们可能没有这种状况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好好讲台语可以罚钱，一次十块，一次被罚十块钱这样子，然后不可以讲台语，所以台语的时候就只有在家里。很多人，我想跟我年代比较接近的，应该都有经历过这样子。那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只能说中文，不然得红罚钱啊呢。啊，所以那时候同学们歪的时候，而且我那时候的课本啊。整本里面台湾历史就这样一页，都一页啊，剩下全部都是中国历史。然后背什么铁道啦、名产啊，那背拢背不起来，因为伊拢唔捌去过啊，你就完全没有什么概念。唔跟你学的又全部都是中国的东西，所以你真的会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这样，我就想好久，那我想了很久之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又不觉得我是中国人啊，因为我中国连去都没去过，你要叫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嘛感觉足奇怪。我想做过了，讲我想我应该是中国台湾人吧，就很投机的回答了这个奇怪的问回答这样子。
结果我后来高中毕业了，去本留学啊，伫迄边我阁有足侪机会拄到中国的留学生安尼，然后相处啦，当然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就是人啦，不管是哪一国人，我是刚刚拢说讲有好的人，冇歹的人啊。中国留学生嘛是，即讲伫相处的过程内底，我渐渐感觉讲，哎、欸，奇怪，虽然阮的话八九成都可以通，啊，毋过。我看刚刚我的价值观想法，那跟他们差足多，我真正是中国人噶，我开始起疑问安尼。而且迄阵拄啊去的时阵啊，因为咱台湾已经经历迄个经济较无好的年代啊，是安怎的关系吧？迄阵我的同学，中国的留学生内底，因足侪拢是去拍工的，因去啊，可能就是因讲因只要底下拍拼两单，因给他们等一杯两三栋楼啊厝，所以因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办那个留学签证，啊，毋过因袂因可能无啥去上课。当然嘛，有做认真啊，因认真，然后做认真，啊无认真嘞吼，就是去混学历安尼，啊，就是想要摕迄个学历，也是伊自己是被遐拍工安尼尔。所以若准讲处理的时阵，日本人也问讲，哦，你过来去么？大家问你啥物人？你若讲台湾，伊会感觉你是来读册，伊对你的态度个足好。啊，讲哦，中国一个给那嘿对你有戒心这样子吧。然后更这样子，我更要区分，哎、欸，我怎么可以说我是中国人？那会被蔑视啊呢？就是这个地方你就会更区分，因为对留学生来说，这是都很细的问题安尼吧。啊，不过同一时期，我入去大学时，我迄阵读的是日本唯二的两所外国语大学，国立的啦，国立它有两所，起码剩一所，因为一所大阪外语大，它已经跟大阪大学并在一起。我迄阵读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然后因为国立大学的关系，有足侪留学生奖学金通申请。结果呢，因为我的身份是中华民国，我足侪奖学金都袂当申请，我足小气安尼。因为因的迄个奖学金吼，一个爱私人什么法团协会什么什么，因定来讲爱甲日本有邦交的国家，我讲啊。台湾不是国家，嘿，就是很多奖学金都不能申请，啊，就相关你的跟你的利益有关啊，你就讲哈，虾米，我唔是，我虾米都唔是哦，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很多时候跟同学、留学生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玩，跟日本朋友啊去那个自助旅行的时候，因护照 cake 照啊。啊！我底下一个办签证，像我有一个同事，伊阵去法国留学，法因咧欧洲毋是拢黏黏做伙，啊！伊讲伊甲朋友去旅行的时嘛是安尼啊，因爱外国人护照客个照啊，伊爱办十几个的签证安尼，我讲我本护照还歹用啊安尼，你讲我这个还歹用，迄种感觉，然后后来我甲伊讲话伤紧。因为我当下讲话较紧，阿弟还好上课先，然后学生都会讲老师讲话讲伤紧啊，我讲嘿啊，我紧到我袂记得喘气，歹势喘气一下，哎哎，啊？啥物事？哦，降冷气哦。好，我妈妈讲。谢谢指导，多谢多谢，我今日我紧张到一直流汗，歹势。哦，系啊，啊，我想讲吼，我嘛足惊我讲伤紧，啊，等者吼，讲无两点钟，咱咩较好啊？啊，敢会让咱个提早下课哈？你确定要安尼做噶？我惊我一唱歌，恁拢走了了，无人要找我唱，我真正足歹听。我就是拢一直无唱歌，我才会当活到今嘛。真的哦，你伴奏个，我嘛唱安尼，效果可能较好。所以迄阵就是一挂。留学经验，如何？我刚刚讲，哎、欸，奇怪，台湾、中国，这真正是同一个国家啊，愈来愈有这种感觉安尼。啊，尤其这届去日本了啊，我是刚刚讲，哎、欸，日本人对咱的印象遐尼好，安尼，咱想要不爱做台湾人，要做中国人呢？啊，做侪人讲，我讲像我去搞阮朋友讲民政府的代志，伊就讲。无，我不会做中国人啊，我要做台湾人啊。我讲，啊，毋过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啊，这个概念咱做无清楚呢。啊，咱拢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在中华民国，我嘛搞不清楚安尼。哎呀，我嘛是，其实我伫参加之前，我嘛拢搞不清楚。我想，怎么用小讲？因为咱受到的教育就是安尼。啊，个其实中华民国是中国，咱是台湾呢。啊，咱即马形象遐尼好，咱想要走做哩讲讲，我是中国人，头壳歹去个，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所在真正，我嘛是后来较。虽然啊，都上初级高级的性格，皆有道理。安尼，啊，毋过上了嘛，想模模糊糊安尼。啊，那个后来，因为我讲我是日台共同促进会小组组长嘛，啊，我改做日文的网页，然后伫整理网页过程内底时阵啊，有当时啊，迄一寡物件，我个想讲，这真正假，啊，个个去求证安尼，因为伊本人因讲历史的时阵是做实事求是的，无像咱安尼，吼，咱啊都激动啦，什么什么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什么我个当赛这样子，对，然后你若甲讲一寡像情绪化，伊也唔相信，所以我个唔敢讲一寡像情绪化的物件，我个爱去验证资料，验证一寡先败啦，秘书长啥物因讲的物件，我可以查资料安尼，嘿，看。
卖讲较中肯的，就是啊，啊，反正就是，对这靖国神社的部分呢，就让我感觉，如感觉讲，啊，咱真正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呢。啊，过着，因为咱都要讲着神拜，神，我咪讲神拜，我讲神社啦。啊，为这神社的部分，我就是想要甲迁入这个日本人因的生活习俗的部分，因为其实像神社参拜就是因生活的一部分嘛。我想大家拢知啊，吼，像讲因，我小个子新年的时候应该去拜，安尼吼，安尼啊，过像讲这个八月十五就是免讲啊，平常啥物的新年嘛是拢会去拜安尼。啊，结果我想咱可能咱家在场的做者同心，其实嘛是捌去过一本点着，应该捌去吼。啊，唔捌，捌，捌去过举手。哎呦，蛮济啊！唔捌去过，冇个所以就是唔捌去过吼。哎，那不过唔捌去过，其实嘛是加减吼，因为即马网络做发达，尤其做侪年轻人，像我看我遐学生啊，我因冇去过，侬比我较清楚呢。因那什么漫画啊、阿尼美啊、啥货，吼，迄种侬大拢比我较清楚。老师，你敢知影什么水树奈奈？我讲什么人？什么人？啊，我讲我拢老口口拢对袂对，唔知因在讲啥货。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很多年轻人因拢做清楚日本的文化啊、啥货，而且比我更加清楚安尼。按个讲，对，当然文化有分做侪种啊。啊，过着我是袂想，想讲咱一般对日本的时阵，讲着日本大家的形象印象是啥喏？您对日本呢？好，不管去过无去过，讲到日本这个国家，你想到的是啥物？有礼貌，嘿，高尚哦，啊贵嘞，干有无好诶？哦，你一本对对，一本料理作贵，无错。啊贵潘子哥用个一大堆拢洗袂了安尼。嘿，真正。对，我觉得他们这一点的确也是。还有吗？还有吗？比较干净，所以恁的印象拢是好诶，袂歹哦，啊讲歹诶，对家庭教育重视家庭教育，那他们不太重视家庭教育吼。家庭教育就是说，对，就是说整个家庭的一个气氛啊，对家庭的气氛，还有对这个子女之间的教养，他很重视，哎，我有这种感觉。咱对日本诶印象概先红卡安尼较济嘛吼，啊，搁有其他印象无？对身体保健很重要。身体保健，吼，因的运诶，因的节目哦，做这一种诶，甲你讲安怎养生啊嘛，真正假安尼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方法。诶，什么活动？课外活动。课外哦，真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小学教育做的比我们好多。我记得我小学时阵呢，诶，什么体育音乐课啊，蛮上鬼啦，怎么拢教伊上，还没数学啦，还没国文呐、啊，啊，可是他们都会上，而且他们的那个学校教育做的很彻底。还有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学习啊，经过调查，日本的老人的第二春、第三春比我们台湾重视的非常多。这个是大家需要努力的地方，谢谢。这点我也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因为我刚刚在日本的时候，那些的，就是说，因为老人家，他们都活得好充实，因为他们可能日本有很多那种文化教养的学校，啊，有的是那区啊、市办的，啊，所以也不很贵，这样，他们就都会参加那些有自己的活动。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可能那类的东西比较少。吼、哦，啊，交通诶，上面有哪有关系啊？像阮爸妈因退休了啊，啊，退休之前计划一大堆，啊，结果退休了拢伫厝顾顾业了股票啊，呢，大家拢咧看电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嘿，就是怎么讲，退休之后的生活，哦，可能当然有当下因拢咱两倒骗孙呐啦，有当下是安尼关系，嘿，所以阮爸妈因可能嘛是安尼爱帮我骗囡啦，所以拔掉诶，哎，啊，搁有其他诶是啊、哦，是。日本人吼、哦，介有迄个特殊的观念啦，啊，介为别人想一个，因为安那呢，伊这边的福岛的情形就好啦，福岛迄个核电厂的代志，你看人因咧做有特殊，袂安尼，袂安尼争，袂安尼争。今仔日迄个福岛迄个电厂的代志，若发生伫任何一个国家吼、哦，真正损害加几啊倍出来。啊，因咧为别人想，我较早过日本的时候。人因咧，自动车吼，迄自动车吼，无咧电力巴呢，迄现在塌咧吼，巷啊塌咧，人因拢无咧电力巴，安尼地当当啊，迄落会当贵，因正贵，所以因会当为别人想，这是因的美德啦，哦，啊，真正讲，人因先来为别人想，你像伊咧福岛的情形哦，伊咧技术吼，伊甘愿
伊一入面一定会死啊，伊嘛要甲创较好啊，死无要紧啊，为大家的安全在拍拼，所以日本人哦，真正值得咱学习甲尊敬，谢谢。谢谢。讲到排队这件代志啊，从即个因发生正在了迄个秩序做好这件代志，世界不是都很夸奖吗？俄罗斯其实台湾以前嘛安尼嘞，迄阵咱迄个败仗的时阵，因为咱迄阵剩一本嘛，啊伊就得讲。在替占领军来之前呢、啊，台湾其实表现的跟日本一模一样，因为咱一准一等起日本国土一部分，咱好日本人教育那时候被日本教育的很好，没有人偷，没有人抢，全部都没有警察，那个时间都没有警察，但是台湾人的表现就跟即个赈灾的日本人表现是一样的。啊，今晚好发现我们来发现啊，今晚我们上面显哦抢啊，这歪啊呢。然后另外这位先生他刚刚提到说按喇叭那个，我第一不能洗毛巾，刚刚应该。卡点交通工具，脚踏车很常用交通工具，因为尤其在东京的话，就是地铁什么很方便，所以变成讲因卡不咧桥，都把因咧卡，像卡卡拉车，啊去车站，啊轨位车站坐地铁，啊因为说因的脚踏车做这嘛，啊脚踏车唔是有迄个个叮叮叮叮，安尼啊因叮叮，像讲你无小心撞到伊。伊嘛一袂甲你拎，伊个伫你边后边样怼怼怼怼，这个哇，什么嘛先？安尼你发家己发现为止安尼，他不会觉得不会拎拎拎你搞香槟啊安尼这样子，这一点这个也很有感觉。咱去日本佚佗你也物件藏咧，我爱保证你免惊去碰见去。啊，你去中国大陆，我保证，免你去你拢找无啊啦，你唔通想要找，这个日本人因为。因真正是吼，你物件藏咧，伊会想，这碰见的人，因在我紧张吼，伊会阁甲你藏咧，啊，等你来摕，啊，唔着吼，交代迄店的人吼，我啥人碰见，因着我变路不拾遗啦，啊，真正，这是日本人的，因的教育就是安尼，吼。哎、欸，阮即个去的时阵，导游伊毛工作在伊带团的经验安尼，哎个讲日本的新景点就是啊，像伊个讲一寡伊带团的经验，哎，啥物吼团员袂记得啥物物件，哎、欸，结果回去啊，人个帮伊送回来，啥物啥物安尼，哎个个讲，那总共今仔日是伫，哦，伊讲一个数，我听我这个字呢，我心二哎，恁敢不知影啥物叫做426？啊，你想拢知影，我唔知影，我讲导游伊个讲啥话啊？这样。因为426讲是啥物啊？西阿拉噶哦，啥大家拢知影，我有够落伍诶。半夜我走，哦，哎、欸、呀，赶时间，所以我行路足紧，我嘛是行路足紧安尼，就是伫遐大久拢会变作安尼，啊，食物件有当下个，嘿，是，嘿啊，可能惊白虎的关系吧，嘿啊。我民国68年到日本旅行的时候，一大早我们的团队就在公园散步嘛，啊，碰到他们国小小孩子，都那么年纪那么小。他知道，他看得出来哦。我们是 okusang， 他就会 okusang， 我还有个在骂死。你知道小孩子会跟我们早安呢，我好感动，就这样。对这个嘿，也是就他们学校教育这个这一点真的还蛮不错的。大概同学哈，我是完全日本籍，没定日本。安那讲呢？我是日本出生的，日本教育、日本公务机关拢都有，但是中国让我拢无。唔知在座有了有另外有一个日本籍，有嘛是跋跋啦，有参坏话，参唔是纯粹的啦，我是纯迷的啦。那么讲我的经验吼，三日三夜讲未了，但是我提供一个实际经验，我大家都参考。啊，以外遐真济，后摆有机会通讲。我有一摆，就是讲，即个情况，日本战败啊，我嘛是战败，因为我日本学物件拢无效去啊，对无？所以有一摆去日本旅行，从战后第一次从战后，所以讲日本人的亲切、高义的所在。我有一摆去东京旅行啦，就是讲战败了，我第一摆去东京佚佗，啊，在东京迄个地铁啊，耍咯，那。蜘蛛网安尼，足侪啦！一个车头了，要刷吼，几啊十秒安尼。啊，我要去进前啊，敲电话迄个日本的朋友讲，我伫东，迄阵台办，东家出去台办。伊讲你要坐几点的车？都怎？我讲十点半啊。啊，伊就看，嗯，都无十点半的车呢，10:31有啦。哦，
差一分都，我讲十点吧，都真普通的代志。十无啦，你讲十一分啦，唔是30分啦，啊，时间准卡。啊，我咧月台要坐车，啊，到底要坐第多一条线，要去倒去啊？茫茫啦，唔知啦，灰落落啦，啊，我呾，爱着站不完来吼。我请教你，我日本也是无问题啦吼。我要去倒去倒去，到底要坐多一台车？哦，安尼哦，一甲站务员讲第几号，啊，写讲要去倒去倒去安写，听电话写啊。哦，啊，你伫遐等就会使安尼讲吼。我来等，迄是站务员是服务中间的，啊，等差不多4-5分钟，迄我要坐迄车都来啊啦。啊，你那边看着我吼，我走倒转来，就是这台，就是这台，你较进去。在台湾是无安尼代志啊，最亲切。啊，伊话我真念真济啦，服务日本机关啊，我要做个日本兵呢。所以讲，这个未使我3言2语甲讲了。我先表示一下，讲我将来有机会将请教大家，多谢。好，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我刚刚记得。是了，时间准时，我对我嘛是，我看伊呢巴士啊，什么32分、41分，吼、哦，伊呢时间真正定啊足琐碎，我看好可怜啊，因为阵就这我底下真正底下单过几班，啊，真正我够准啊，安尼，啊，有当下唔过因为路的行李感是有当下人车侪车少嘛是会影响啊，爱改先给做一点啊调整的动作安尼，哦，像讲伊本来预定41分到，啊，结果哎。欸红绿灯都要喝足顺，伊可能40分到，伊会当慢慢啊底下，慢慢啊慢慢滑进站，啊无等者嘿，真正41分卡底下安尼。啊，结果我倒来台湾时有够无习惯，因为最近都啊无交通工具啊，啊大概我看迄个表啊拍下来，安尼记落来，安尼我无一家坐到啊，十分总体啊才能走去啊，我请你啊叫巴士叫袂得啊，气到要死安尼，咱家拢无啥咧遵，嘿没有那么遵守那个时间就是了。嗯，那还有哎，侬、欸、好像。有去过日本的长辈的经验分享，跟我笑脸呐。我上面其他年轻一点的这一位年轻的弟弟，有无？没有，有吗？后面的年轻的一点的笑脸呐，你们的感觉呢？因為好，那无人好，那我想就是想讲咱对日本的印象吼，像即马做者。前辈甲咱分享的安尼，咱个讲，哎、欸，咱日本吼，咱的感觉就是什么？其实咱即马讲的这个感觉，就是所谓文化。好，那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个题目都抽象嘛。我为着讲日本文化，我想，哎、欸，文化，我都想文化是啥？我拢去 Google 一下安尼，用哦，原来文化的定义是安怎？然后所以，其实文化呢，伊就是包含讲，迄、那个族群、迄、那个国家、迄、那个人、迄、那个团体，伊的生活样式。也生活习惯，具体的、有形的、无形的思考方式也是想法，这种其实拢是包含伫文化内底，文化伫内底。所以像讲，一般咱讲日本文化，吼，起码大家感觉到的那一些，那个就是日本文化，其实那个也是文化，嗯。那也有其他的，像讲几寡具体诶，你们还说到日本文化，那卖讲日本，那讲日本文化，各位会联想到什么？和服，哦，茶道，有无？木屐，对，木屐，哎，木屐嘛是，搁有无？啊，枪板，我把它抓来看。童谣，童谣哦，艺伎，嘿，对，文化，这个都会让我们想到文化。那说到台湾文化嘞，你们会想到什么？夜市，嗯，夜市，哎、欸，夜市是哦，夜市算是哦，哎、欸，啊，讲到夜市，我该当参考大概几个问题。请问夜市为对来的呀、啊？因为我即马伫好好咧指导学生专题呀、啊，啊，因为咱的台湾做侪资料拢假安尼，伊够侪物件拢讲是中国传来，啊，伊就写讲夜市是中国传来，我想中国的对，我个问伊讲中国的对，伊讲唔知啊，资料顶管写中国传来，我想夜市这个物件为中国传来噶，啊，伊资料一下清朝，啊，不过我想大概上过吼，初级班上会，那嘛那清朝一阵其实也无啥咧经营台湾呢，所以我真正对这资料介怀疑的，所以哪有知影的？先拜我跟我讲一下，我真正都想要知影夜市是为安怎发生的呀、啊？嗯，那说到台湾文化，除了夜市，还可以想到什么？什么？流动市场？路边摊？啊？陶艺？
哦，陶艺，陶艺，哎，我们的应该是台湾的，他的陶艺跟中国那边的又不太一样哈。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吗？也瓜皮哦，对，瓜皮歌仔戏应该算是，嘿，瓜皮是瓜皮是嘿，还有吗？哦，布嘿，那个布袋戏这样子，还有吗？电音三代的，对对对，黑马西，黑马圣西呢？哦，那我还记得来，嗯，还有吗？因为我准去留学的时候，我做困扰的呢。我大概吼，因为留学生你给他介绍你国家的文化，啊，叫你讲的物件拢甲中国学相相共。我说，啊，台湾文化到底是啥货？你讲的拢甲人相共，什么京剧、啥物，遐毋是拢因来的，因较是本家，咱较是分家嘞，安尼。我说，哎，奇怪，啊，啥台湾文化到底是啥？我真正唔知台湾文化是啥，因为准伫好妈妈二过。对啊，可是。即马可能敢是有较有咧迄落，我知影我唔知影。啊，毋过伊迄阵阮唔知影，像我即届伊本来时阵，阮那个雅福主席吼，伊是原高沙族，就是相片里面大家日本都跑过来跟他照相的那一位，哦，就是跟他讲谈了之后，我也才知道，哦，还有加入民政府之后，哦，高沙义勇军，一讲我这好像新闻拢唔知影，原住民，啊，原住民的想啥，阿美族啊，底下跳舞啊，那些九族文化村村的上面拢唔知影这样子，就是真的台湾的文化就是一直被打压，被打压，被打压，然后。我们那种就因为这个都在教育里面嘛，教育里面他不讲你就不会知道，这样学校教育也不会学这个，嘿，啊你会翻车，你马上翻袂掉，嘿啊呢。Hinoki 还算文化噶？土产 ？Hinoki 的制品吗？哦哦 ，Hinoki 的制品。我除了凤梨酥，我拢想无呢。我大概上个上凤梨酥上个嘛，Hinoki 的制品，嗯，这个也算是吼。对，剩那呢？是剩啥货啊？剩产特产特产吗？特产，嗯嗯嗯。哎，什么物件？变来变的，很好，现代文化，袂歹哦。这大哥想法。不愧是年轻人，够有无？槟榔西施，唔，娶伊予伊本人看，这是阮的。嗯。哼哼。嗯哼，除蜂蜜哦，吃的。可是这算是名产嘛，对不对？咱今嘛讲的从蜂蜜啊、高丽菜啊什么，这个好像都算是比较吃的东西、食物、韩籍，对，就是食物。那可是文化呢？那哪个噶文化？当然文化它包围很广，我们刚说嘛，包括它的想法，哦，想法，闽南语，语言，那是语言，嘿，语言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嘿，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具体，我全公单他都要公一本，哦，各位就想到很多啊，哦，这个，好，哦，请问上面富士山，哦，你个从那个快富士山那个东西写公一本，哈，哦，看到艺伎的那公一本这样子，文化的那种概念很清楚啊，行哦，哦行。嗯，啊，不过迄敢是真正咱的神，嗯，因为话改成是迄边客过来，唔是噶？伊那边，系啊，伊那边去是去予台湾人去拜的，去台湾人去落钱的嘛。其实伊是无神教啊，系啊，嗯哼，哦，系啊，迄个夜市圣有关系嘛，嗯哼。哼哼，朗塞，哎，朗算是吗？朗塞算是吗？舞龙舞狮那个不算是那边的中国的。哼哼，哼哼，哦，嗯，哼哼，嗯哼，嗯。你头要好安尼，我要安怎客等的？嗯嗯，啥？什么歌？泰的啊，歌是啥物啊？采茶。哦。那我客不算采茶歌吗？不是，我要唱两歌来听看卖不？嘿，哦，啊，真的哦，有这个哦。啥你弄在我都唔知啊，我够惭愧。庙会，哼哼。
所以听起来嘛是有足济吼，甲人讲足济。三。嘿，哦，迄个甲现代甲迄个头拄仔个大哥讲个槟榔西施小港系嘛，而且后来他发展出来嘿，次文化，嗯嘿，算是对对对，哎呀，这个嘿，就讲这种拢是算文化。所以像讲咱头拄仔吼。大概东心吼，搞大概神拜搞我改在日台湾文化，我想我刚刚我知道，我觉得我也知道的很少啦，这样子。因为像讲今嘛今嘛我听讲今嘛小学国中生因的课本有较侪日台湾文化的部分有多一点点的，我阵真正足少诶。啊，所以个三米拢唔在状况下去留学，然后才开始发现，哎，讲不出自己的国家的东西来安尼。所以迄阵我有参加社团，我参日本参加社团，拢甲日本人混社会。哎，大概问我台湾的代志，我拢讲袂出来，所以伊拢讲我是冒牌台湾人。冒牌人，你是台湾人的时候这样，他们说我是冒牌台湾人，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出自己的国家的东西。对，那像很多年轻人，有当下因今嘛咱来讲，哦，重洋虾会，重日虾会安尼。对，我觉得那也没无可厚非，我们喜欢外国的文化，觉得它不错的地方。可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部分，因为没有自己的部分的话，其实去国外也会被歧视、被瞧不起。那你是什么人？这种感觉这样。哎，所以我刚刚一来得讲概念文化等等这个东西，其实它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可以喜欢别人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是什么安尼。尤其国外特别有这个感觉，嗯。啊，所以全公咱他都要共享一下西嘛。然后我觉得日本，咱全公咱前一段请大家分享的那几挂跟日本的想法、因的做法有关系，哦，对不对？啊，那讲到伫台湾呢，应该能联想到几挂，卡边讲，应该讲行动模式嘛。全公我刚刚日本的请大家人拢会感觉讲，因的服务做好，对不对？哦，那讲哦，因的服务够好诶。哦，全公恁去百货公司的时阵。在台湾啊，我刚去百货公司逛街，压力足大，因为你都要走入面，店员给包围过来，安尼，今天好不？今天好不？我可以当家己慢慢啊看，安尼，我操，你这样子他就会一直推销，一直推销。可是日本不是，他你进去他伊拉西伊玛西，之后他就会放在那边，可是他眼角会偷瞄你，然后发现你在那边看你的，啊、然后你抬头的时候啊，他觉得他知道你需要他了，他就会。哎、欸，需要帮忙吗？这样他就会走过去，不会给你压力这样子。好、哦，这他们的服务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也让我们做得很，就我觉得哇、哦，很不错这样。然后有时候在台湾买东西的时候，你买啥啊看看啊，我有甲寄回去啊。啊，不过后来你去穿，你可能无介意啊。啊，无来，叶小姐寄白先，伊来下一班时，你要出去，伊要插你啊，要寄个啥？不爱差不离安呢，对，可是我觉得在日本，你就算只是进去转一圈，什么都没有买，啊，给开看看，他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会跟你说，你该多个在吗？是打这样子，就不会让你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代志安呢，伊要甲你穿穿的，无甲你买，真正是做对不起你安呢。有当下伫价格有这种压力安呢吧，就用这服务的部分，对他们服务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们觉得很棒的部分嘛。想讲你哪去过日本的先办，应该某一挂体验，哦，对不对？可以想到很多吧，例如什么？刚想会起来啥物？台湾人很热情。哦，对，台湾人很热情，这个是真的。这个像我很多日本朋友来这边，他们说他们都很喜欢台湾，就是因为台湾人很热情。台湾人很喜欢日本啊，我觉得特别。当然，我觉得有年代的差别啊呢。阿哥基本上咱对外国人真的都还蛮热情的，这是一个让很吸引日本人，不止日本啊，我相信吸引外国观光客的地方，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南岛那种人的那种特质吧，嗯，还有吗？你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嗯，像讲以前我伫日本拍工的时阵啊，我感觉因真正做，咩讲因拢会注意做侪小细节安尼，像讲我若伫店内底时阵，吼伊讲，那你绝对不管有人客无人客，你绝对袂当坐落来。阿姆哥在家，咱恰恰一旦看到店员坐在店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是就坐下那边聊天聊天聊天。啊，有人可以来的时阵，你手摇心一卡卡开啊，他们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这样子。但是在日本的话，你大概不会看到这种情形，你不会看到这个柜的店员在跟另外一个柜的店员聊天，也不会看到他们坐起来翘二郎腿在那边扇扇子或干嘛的。只要他们是在店里面的店内，店员伊绝对袂让你看到这边。哦，然后因为我有曾经多来一部没话过，先我伫餐厅打工过，我讲我今日日本做细微，像讲客注意的时阵啊，
伊个甲你讲，店长个教讲，吼，你爱摕水杯的什么杯子啊，吼，就是说你一定只拿三分之二以下的地方，哦，因为这样子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是客人可能会碰到嘴巴的，所以不能摸。哦，原来是有得力耶，唔知呀，这样子。啊，咱家嘛呢？啊，可以喝的。啊，等一下，就是你直接就是喝这边了。哎，就我们没比较不会注意这些小细节吧。我刚刚一个哦，终于注意几个小细节啊。上面只有一杯哈，就算只有饮料，只有一杯也一定要拿托盘。啊，真正是啦，你刚刚喝一杯安尼去，啊，那感觉好像没寡喝哦。我觉得托盘感觉个较好一点嘛呢。就是嘿，我刚刚因拢会那研究这种，哎，这不是我来噶，不是，我一堆偷来啊，我一堆偷来啊。我秘书长，拍摄，嗯。对，用这种服务的所在，所以我是在想啊，我在想讲，哎，咱拢知影讲日本因拢会在这一些行为，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他们这些很棒的，也就要说很棒嘛，不管好或不好啦，各方面的文化或行为的背后是什么？咱拢知影，咱看到是安尼部分，啊，是安怎？是啥物想法，互因安尼做？是嘿，就是讲因的想法啦，根底里面有的东西是什么？教养，对教养，对，这就是教养，这是教养没错。那什么样的教养？对，尊重别人，还有吗？嗯，哎，这是做法，教育是做法的部分。有工作伦理。工作伦理。为什么呢？我有一次到日本去，然后到那个盥洗室，发觉到他们的那个厕所非常的干净。而且清扫的人也很有礼貌。那我就是，要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包包里面有护照，然后忘了就掉在上面了，然后就走出去了。那走到那个外围啊，起码要200公尺，那个一个商店街，结果忽然想到，糟糕，我的护照在厕所里面，赶快哦，好急哦，就跑过去了，然后还好，还是掉在那边。那我那时候眼睛有看到那些清洁人员都在那边走来走去在那边巡，那所以我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受日本教育的，以前在乡间，那我妈妈呢从我出生的时候开始就唱日本童谣给我听，你知道吗？50年哦，我没有学过日本话，我居然桃太郎歌从头到尾我就唱出来啊！我在那个木章训练。老师的木章训练里面演话剧，我居然从头到尾唱，啊，大家都很惊奇啊！其实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学日语，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爸爸妈妈非常重视我们吃饭的一个时间。甲阮讲，食饭皇帝大，食饭的时阵袂使生气，好，所以呢，我对我孩子在吃饭的时间的这个。对这个亲子之间的沟通，我们都没有障碍，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父母对我们做事情从小就有要求，哦，所以呢，我才能够长到现在，而且能够在公家机关服务，就这样，我很感谢父母他们带领着我们这样走，谢谢。谢谢这一位那个先輩的分享。好，那得讲，咱头来讲，咱看会到的日本人因表现在外的物件，其实咱的行动是受啥物控制？你的想法嘛，你的思考控制嘛。所以一定有一个根本的所在，有一个根本基底的地方啊。我想看卖啊。这是算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要谈论因的那就是想法的部分，所以咱先我擅自歇困刚会使，可以吗？因为50分嘛，那剩下3分钟，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下一堂课我们来讨论一下，吼，想一下说，因的内心的想法，等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要说控制他们脑袋吗？这样有点奇怪。嘿，是啥物款的价值观，会互因做出安尼外面的行为、外表的行为，但咱看会到遐好的行为安尼。那请各位先休息一下，谢谢。各位好，请起立。起立。下课休困10分钟。